我的靈異經歷呢，就是其實我不肯定是不是的，我就記得那時候第一次拍戲就拍《很想和你在一起》的時候，有一次因為我們每天都 開工的時間很長，所以很累個人。那一天呢，我在尖沙咀拍完呢，我們就上酷車就去第二個 location， 我一上到車呢我就睡了，因為真的很累。跟住呢到的時候呢，我就聽到啲機燈組就落，即係一啲燈啊嗰啲就落車啦，即係好嘈好嘈咁樣。咁但係咧我就知道一去到就未有我嘅氣氛，咁所以我就繼續瞓冇理到。咁佢落完之後咧，我佢哋拍啦，咁但我就聽到咧好多小朋友喺架車出邊玩，即係喺我瞓嗰架車嘅出邊喺度玩，一啲小朋友嘅笑聲啊走嚟走去。咁跟住咧，咁我就下意識就覺得我去咗一個類似公園咁樣嘅地方，即係我都冇擘大眼望下係咪嘅。咁跟住咧，好啦，到我拍啦，咁工作人員叫醒我啦，咁我起身，咦？呢度係一個，佢係一個唔入得嘅荒廢咗嘅屋苑咁樣嘅嘢嚟嘅，咁就冇任何小朋友，而嗰場戲都冇小朋友，咁我就去問工作人員，我話：咦？咁頭先嗰啲小朋友咧咁樣，佢話嚇冇小朋友喎。跟住我話唔係喎，頭先我瞓覺嗰陣時候，我聽到有小朋友喺度玩嘅喎，即係喺架車出邊，喺我隔即係附近咁樣，好多小朋友追逐嘅喎。佢話冇可能喎，因為呢場戲冇小朋友，同埋嗰度係唔俾外人入㗎，即係你冇申請係直情唔入得嚟嘅，咁所以一定唔會有小朋友。咁跟住我就同個工作人員講，我話唔係喎，好肯定有小朋友。咁跟住佢就面色一沉，就話嗯。唔緊要啦，你裝翻柱香拜一拜先開工啦，咁樣咁就但都 so far 都冇乜唔好嘅事發生，都拍攝好順利。